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355页，355页。我们从第七行经文看起。第七行，难言菩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请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十斋日这个十斋日佛在本经提倡一个月能有十天修清净心这个斋就是主要身心清净斋是清净的意思现在很多学佛吃素的人他以为吃素就是吃斋其实这个斋在佛的戒经里面主要是过中不食就是不是过午是过中因为午时有两个小时那么午时这个当中这个当中不能过那个中过了就不能吃这个有淀粉类的东西了连水果都不能吃了只能喝水喝蜜水喝茶水牛奶啦这个都不能喝了这个是斋所以吃斋不一定吃素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他们还是维持这个托钵那么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他只是守着不杀生不杀生吃三净肉他没有吃素这个是跟佛陀时代一样现在大家到泰国啦斯里兰卡还可以看到他们托钵但是他们没有吃素都吃肉只是不杀生吃三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有杀但是他们过中不食过中不食那当然在中国地区这个佛教都吃素这个吃素是南北朝那个时候南朝的梁武帝他提倡的所以中国佛教一直到今天都吃素特别是出家人都一定吃全素这是汉地佛教的一个特色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就是接前面这个十斋日来的难言菩提众生这个是指我们现在住在地球上的众生确实是举止动念都在造业都是在造罪
众生起心动念多不善，自私自利，就是业了，就是罪。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自私自利我执变现出来的。我们妄想分别执着不能破除，自私自利不能放下，就永远在六道轮回出不去。六道轮回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短暂。三恶道是老家啦，这个三善道啊，犹如观光旅游，出去几天又回来了。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就能永远摆脱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佛家讲三界通苦，超越三界才真正离苦得乐。我们只要还在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这个是事实真相。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福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祸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这个你看啊，起心动念啊，如果都是自私自利，那就是恶业了啊！你还没有去造作啊，就是身口还没有造作，起这个念头就是罪，就是业，都是罪业啊！这个意啊，造业。那么意造业，我们看离境一功意造神迹，那这个就讲得很具体了。这个一境一功啊，他一生啊，这个遭遇啊非常凄惨，很有才华，人很聪明，很有才华，但是考试怎么考都考不上，生了九个儿女，死了七个，一个儿子失踪了，剩下一个女儿，那妻子啊哭儿女哭到眼睛都瞎了，那么他也不知道反省改过，还怨天尤人，每一年啊在赵王爷那里啊去书文啊，请这个赵神啊把他的书文啊向上帝报告，他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还得这种恶报？心很不平。后来他也是对灶神很恭敬，感应到灶神来给他现身啊，化身来给他指点。他才恍然大悟原来生平啊，造这个善事都没有落实都是虚浮应付，那造恶业啊倒是真的，特别是意恶重这个意恶在佛经上讲就是贪嗔痴了，意恶特别重，自己不知道所以灶神给他指点了，他才知道。那么我们看《圆了凡四训》里面，这个他举出魏仲达这个公案这个魏仲达这个公案也是跟本经这段经文互相呼应魏仲达还不到40岁，有一天死了这个灵魂被阴司勾去了，到阎王那边
啊，那么阎王啊，把他这个善恶啊两边啊，用两头秤啊秤啊，看到那个恶的那一头啊，堆积如山啊，像山那么高，那善的那一头啊，就好像筷子一样啊，一小件。啊，那就称了，看善比较重还是恶比较重。啊，结果一称了，那只有一点点那个反而比较重。啊，那个恶的部分啊，好像整间屋子啊反而比较轻啊。啊，那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我都还没40岁啊，我怎么有造那么多的恶业呢？啊，所以这个明官就跟他讲了，啊，他说啊，这恶业啊，不带你去犯，啊，没有等到你动这个身口去造这个恶业，你起一个恶念、自私自利的念头，那阴间都记录了。啊，那么再问那一点点那是什么？啊，他说这一点呢、啊，你是起个善念，那你这个不是自私自利啊。啊，这个皇帝要造三山大桥，你上奏的这个奏表啊，劝皇帝啊不要造，造了、啊、劳民伤财啊，啊，那个不是很急着需要的。那你这一念呢、啊？为国为民啊，这一念没有私心啊。那他说，皇帝也没有接受啊，他还是造啊。他说，如果皇帝接受，当然你的功德就更大了啊。但是啊，虽然没有接受，你起这一念不是为你自己啊，你是为全国人民啊，所以这个善啊。就大了。那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啊，那当然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啊，尽虚空遍法界了啊，所以不要为自己啊，才能超越六道。佛是真正的善知识，我们遇到佛法真是幸运，这一生能得解脱。要是遇不到佛法，我们起心动念还是造罪业，那还是造罪业。最可怕的就是我们自己造罪业，自己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还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这个麻烦在这个地方了。这个是不学佛跟学佛啊最大的差别。所以我们明了之后要发心为佛法为众生，希望佛法普遍流通，久住世间，能令一切众生得佛法的利益。那诸佛菩萨都是发这样的愿，发这样的心啊，我们也要效法，为一切众生服务。最殊胜的无过于建立佛法，而建立佛法就是依教奉行，就在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啊、建立佛法，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做出牺牲奉献，那就是菩萨。真正这样做，得福无有穷尽。所以啊，真正这个佛法啊，还是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了。啊，我们有这个心啊，要弘扬佛法。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真正去依教奉行，自己没有得到佛法的殊胜利益，那怎么可能去跟别人分享？讲了别人也不相信了。啊，所以。从自己做起，啊，这是服务大众，
那个就是菩萨了。真正能这样做，得福无有穷尽。那真正在做啊，一定会得到福报。福报现前啊，佛教导我们要死，不要去想。福报来了，继续修福，舍福做，舍财做福啊，不要想福。人呢，一想福就迷惑颠倒了。啊，舍得舍得啊，舍是因，得是果啊。舍财得财，舍福得福，舍什么就得什么。啊，得到之后，把你所得到的再舍掉，那你得到的就更殊胜、更圆满，永远自己不享受，福报给一切众生享受。啊，我们现在讲的分享，福报可以跟众生分享。这是真正活菩萨应化在世间的做法。那么这个起心动念都是罪，都是业了。下面这段经文讲，何况自情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起心动念是意，意业啊，造恶业。那意业造恶业啊，都已经很严重了。那我们看到一敬一恭啊，那种凄惨，你看呢、啊，他的意恶太重啊，那主要意恶啊。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啊，不但意恶重，已经通通表现在这个身口。啊，是身口意三业都造恶业，那这是一个意恶就很严重了。那何况在自情，自情就是放纵，去杀害、杀生、偷盗、邪淫、打妄语、骗人，百千罪状。啊，这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众生造作这些罪业，怎么会没有果报？今天整个世界的自然灾害怎么来的？人心变现出来的。一切万物，包括原子、电子都在动。动就有波。众生起心动念，杀害、窃盗、邪淫、妄语，都是极恶的波，那个波很不好的。一切众生都在造，恶波越强大，它能改变物质，使正常的组合被破坏，而且是强力的破坏。佛法常讲，医报随着正报转，医报是山河大地，随着人心转，人心善，环境就善，风调雨顺；人心不善，就发生种种灾变。活菩萨的世界为何那么美好？诸佛心地清净善良，依报环境就殊胜。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上善之人，心不善不能往生。我们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觉悟的人知道这个环境不好修行，要赶快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只要真信、切愿、老实念佛，这生啊，决定能往生西方。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与诸佛菩萨有同样的慈悲与智慧，才能真正啊帮助六道众生。那这一段也是真话了啊，净老和尚讲的也是真话。我们现在想帮啊，实在讲，自身难保。
没能力了，有这个心呐、啊，俗话讲啊，心有余力不足啊，没有神通道力智慧啊，纵然能帮助众生啊，也是很有限啊。那现在我们还在这个世间，当然我们能做的尽量做，尽心尽力做啊。真正帮助众生，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在。回路娑婆来度众生啊，那个时候是真能帮上忙的啊。我们看下面经文啊，在358页啊，从第一行看起。能于四时斋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向前读四经一遍，东西南北百由寻内，无出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恶趣。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接前面这个经文而来。啊，前面就是说，这个阎浮提的众生呐、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那何况啊，自情啊，自情就是放纵啊，放纵自己去杀害众生啊，去窃盗啊，偷盗啊，种种的方法啊，不如法的取得都属于偷盗啊，邪淫啊，那现在这个社会那更是充斥在每个角落。电脑网络啊，这个非常多啊，都在勾引我们啊，起邪思邪念妄语啊。那现在所谓的名嘴啊，那么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啊？大多数都是希望的比较多啊，这个打妄语。啊，那个骗人的话呢，讲了三遍了，啊，假的话呢也变成真的了，啊，所以这个真假啊，必定啊要依照经典啊来做标准。那么众生，你看呢、啊，在五浊恶世啊，免不了造这些恶业，啊，那这个很麻烦呐、啊，造恶业后面都有果报啊。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能够在这个十斋日来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获得的利益啊，这个果报啊太殊胜啊，所以这段经文是讲读经的利益了啊。你在十斋日来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因为这个果报啊，讲得太殊胜，因此有人怀疑，认为太夸张。那这个也很正常啦啊，这是他们不了解佛经意趣，才导致疑惑。啊，这个为什么佛经要讲经说法啊？因为没有讲解说明啊，大家不了解那个经的意趣，不了解它，难免产生疑惑了。啊，本经是大圣经，大圣是菩萨修的。啊，凡夫可否修菩萨行？可以，我们凡夫能不能修菩萨行呢？可以。《华严经》的当机则是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就是烦恼一品没断，但是他发大心，他不是阿罗汉、辟支佛，他也不是菩萨，
凡夫可以学菩萨法，也能学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圆融无碍。然而一定要发大心，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大心就能修学大圣菩萨法。那的关键在发这个心啊。于十斋日读地藏经一遍，这是劝我们每个月把经典温习十遍。真正的目的是使我们不会忘记活菩萨的教诲，时时刻刻依教奉行。那读经的目的在此地。啊，不是，不只是照着经本念一遍。啊，最重要啊，念了之后要念熟啊，念得很熟悉啊，帮助我们记忆啊，在生活当中啊提起修行的关照功夫，能明其理，行其道，信受奉行，这才真正是读经啊。做不到信受奉行，一天读一百遍也没用处。读经要依教奉行，念佛也要依教奉行啊。听到这句佛号，看到这尊佛像，就想起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诲啊，提醒自己啊，不要忘了佛对我们的教训，把佛的教训在生活里面去兑现。不但自己要这样做，还要劝导别人一起来做，这叫读经。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如果没有说这么明白啊，的确啊，一般人读到这个经文啊，十斋日我都有读一遍啊，那怎么没有得到这个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呢？啊，于是乎啊，就产生怀疑了。那原来读经啊，要能够依教奉行。依照经典里面的教导来修行啊，把自己啊一些偏差错误的思想言行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这是真正的读经啊。读经的目的就在这里啊。那么能够依经来修行，那当然能得到经典里面讲的这种殊胜的利益了。那么此地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了啊，他说如果念无量寿经行不行啊？无量寿经也行啊，无量寿经也包括地藏经，地藏经也包括无量寿经啊，整个佛法都浓缩在无量寿经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经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啦。啊，这个一啊，它是任一，那不是独一无二的啊，就是任何一部大圣经典，那么它也都含摄。如果依照华严来讲啊，任何一法啊，包括其他宗教，任何一法都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有没有地藏经的经义呢？有啊。那地藏经有没有无量寿经的经义？也有啊。啊，你看那个助念啊，临终念佛，那不是念佛法门嘛。啊，所以也有啊。那现在我们净宗啊提倡啊，这个修学无量寿经为主修的经典。当然啊，你读无量寿经也是可以。那如果你是修禅啊，读金刚经也可以。
关键呢、啊，就是说你读《无量寿经》也好，读《地藏经》也好，读《金刚经》也好，啊，读《药师经》也好，你要懂得那个经的意趣，啊，要根据那个经佛的教导，在生活上啊，把它做到，啊，那这样读任何一部经啊，都有殊胜的功德利益。那我们净宗当然啊是以无量寿经为主啊，因此我们台北华藏净宗协会啊，这个我们每一天呐、啊、固定读一部无量寿经啊，那么一到十斋日，我们上午啊。念佛说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一部的啊。念阿弥陀经，念佛。那下午啊，我们加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不是十斋日啊，啊，我们只有下午啊，两点到四点啊，读这个无量寿经啊，所以无量寿经。《弥陀经》是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啊，天天要读啊。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是我们助修的经典啊，它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无量寿经》啊，这个叫以经解经。那么东西南北百由旬内无诸灾难啊，一个人真正发心修行，就得到诸佛菩萨威神加持。百由旬就四千里，啊，因为这个在中国古代啊，一由旬是四十里，啊，但是这个不是现在的公里了、啊。啊，四十里，那一百由旬就四千里。那四千里虽然不是公里，那这个范围也很大了。那大概我们整个台湾都包括了啊。啊，这个之内啊没有灾难啊，那么真修才有这样的力量，大众都修福，力量就更大。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啊，现在是现前的利益，未来百千岁中永离二趣，说明啊影响之深广啊，影响啊深远广大。近代科学家已经认识清楚，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波动的现象，宇宙众生十法界一正庄严从无明而来、就是精神跟物质啊，都从无明、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那么我们的真如自性啊，一念不觉就变成阿赖耶识啊，这个阿赖也是啊，在唯识论里面讲啊，见相同源，见分就是精神，相分就是物质，精神跟物质它的根源通通从阿赖也是出现的啊。那么无明是什么现象呢？是波动的现象，动向啊，就是十法界一正庄严的源头啦。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山河大地了？这个整个宇宙，那怎么来的？这个大圣经啊，讲这方面讲了很多，特别是楞严经讲得很详细。所以哪有事实存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这个境界啊，我们以为有事实存在，其实那是波动的相续相。
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相似相续相，就是说你前面那个跟后面那个接着很相似，但是已经是不一样的啊，这样啊联系啊接起来一个动向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常讲到这个，都拿过去啊早年那个电影啊底片啊，一秒钟开合24张啊，那个电影的底片它是静态的，它不是动态。那你把那个胶卷啊放在这个机器上啊，然后那个机器啊快速转动，一秒钟啊转24次。那打在那个荧幕上啊，诶，我们看到哦都在动了。啊，其实你那个机器关掉那停下来就不动了，这些境界像就没有了。那现在的电视啊是100次的生命，比那个电影细了。电影我们还比较能感觉出来。那实际上啊这个人王经讲啊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有900生命。那这个还是讲比较少的。如果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依照华严经讲，那我们这个一弹指啊这个320亿个念头就过去了。大家如果看到卡通影片那个一张一张的静态的一张一张画的然后快速转动。原来人是静止的那快速转动人就在跑了。那么我们整个宇宙就如同这个情况那从我们从这个当中去体会就知道我们现在呢看到的这些都是一些动向。有情众生的波动超越物质发射出来的波不知道要强多少倍。我们有情众生那个起心动念那个波动很强烈 很大。不晓得要强多少倍了。比那个无情的物质它也有波。但是有情这个波强佛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对吧，生活环境随着我们的心念在转。楞严经云若能转物则同如来物质环境能随心所欲，那你跟诸佛如来是同一个境界。我们对这些经文很迷惑，其实可以用科学来证明，就很好懂。我们以电波来比喻，电波的干扰，所有物质发的波落平和。我们人类啊，思想发的波强大，起伏很悬殊这个波可以干扰它的波我们发出的波强就盖过这个物质的波了这个就改变物质的结构一切有情众生的波分为善恶无忌这三大类。无忌就是不善不恶了，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那么无界的波与一切物质的波打成一片非常平和，因为它不善不恶。那这个善的波如果强那这个环境越来越好如果恶的波强那这个环境就越来 越差了，越不好了。所以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它就平和了清净平等觉了。十法界里面一切众生的波有善有恶造成物质现象巨大的一个变化。就它那个幅度起伏太大。真正依教修行发出的善波就很强能把周围不正常的波覆盖住把它覆盖了。
纵然有恶波招来灾难，善的波比恶的波强，就能化解灾难，使灾难不起现行，就被这个善给它覆盖了，它就不起现行。所以修行要认真，要用真诚心，力量就强大。世间人用的是妄心，我们用真心，力量大。因为一切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我们的心与佛菩萨一样，心波频率相同，就跟佛菩萨接通，这才得到加持保佑。真心决定没有妄想，妄想是烦恼，修行从断烦恼下手。佛千言万语苦口婆心，劝我们要断除妄想，我执是最根本的妄想，执着身是我，这是妄想的根。那哪一个人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那么所有的这种赢球经营是求都为了这个身体的享受在追求。那这个是我执的根源了那所有造的恶业也都从这个地方所生了。所以这个佛给我们讲这个身体不是我了。那什么是我呢？佛说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真我，是一个法身，这是真正的自己。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虚空法界与自己同一体。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清净法身。法身没有生灭，法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诸佛菩萨没有身相，能现一切身相。所以法身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了。才是自己的身。这个佛在楞严经也用个比喻了。就像大海一个水泡。大海起了一个水泡。那个水泡就比喻我们的身体，那整个大海就比喻我们的法身。那我们现在呢，把那个水泡当作自己，不知道整个大海都是自己。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宇宙，其实都是自己。都是自己的法身不知道迷所以整个都是自己。现在呢，只认为现在这个身体是自己，其他都不是就像在大海认为那个水泡就是大海不知道整个大海就是自己。所以你那个水泡也是从大海出来的离开大海你连那个泡也没有那水泡没有了是不是回归到大海？大海没有变那个水泡有变化，就像我们这个身体有生灭，我们的法身没有生灭所以这个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法身没有生灭，法身没有相，但是它能现一切相，所有的相都是从这个没有相当中现出来的。好像电视荧幕没有但是荧幕里面的影像是从那个荧幕现出来的那当现象的时候它还是没有。
啊，所以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个空有不二，啊，这个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学佛就是恢复自己本来面目而已，啊，找回自己本来面目。此外一无所得，啊，这个楞严经云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契入境界之后，看到众生得乐就是自己得乐，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啊，这个慈悲心啊，不是勉强生起来的，啊，它自自然然生出来，因为知道都是跟自己一样，共同一法身嘛，啊，所以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种心，知道事实真相了，他自自然然就生这样的心了，啊，所以虚空法界与寂止是一体啊，决定没有差别。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就补充这一点意思。啊，那么这一点补充也非常重要，特别对现代人。啊，希望我们同修啊，认真细心去体会，这一生能入佛境界啊，就很大的幸运了。啊，这也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期望。佛菩萨的心念是什么？希望众生赶快跟自己一样啊，成佛啊，回归自性啊。啊，我们对经典要能信、能解、能行，把经典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经典就是自己，自己就是经典。啊，这叫修行正果。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能于十斋日每转一遍，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溢。啊，这是说明现前得到福德与利益。啊，前面讲是读世经，啊，就是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此地讲啊，转一遍，那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了啊。啊，所以这个经啊。啊，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讲解说明啊，实在讲，我们读地藏经的人很多啊，啊，但是真正了解经义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啊。如果没有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过这个经啊，那恐怕他虽然读经啊，还是不解这个经义。那像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我们往往就疏忽了啊，所以前面讲读世经啊，这里讲转一遍啊，这个就是说读经一遍之后读了啊，我们的念头、思想、身口的行为转变了啊，依照这个经来修转变了，那斋就变成福了。如果学佛的人念头转不过来，灾难就转不了啊，还是要受灾难。转要从心上转，行上转啊，心是根本，行就是身口的行为了，那转过来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六祖坛经也看过，法达禅师啊，他读妙法莲华经读三千遍，那妙法莲华经一部啊，那比我们这个地藏经啊多很多很多啊，那他读了三千遍啊，你看读三千遍很熟悉了啊，但是见到六祖啊，就向六祖请教顶礼，头没有着地，显得啊有傲慢了，头没有着地。
啊，那六祖看到了啊，他说：“你看到我顶礼啊，头都没着地，你心里一定还有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你还有值得你骄傲的地方啊啊！现在我们现在人不都是这么讲嘛啊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自己啊好像很不错了啊，这值得骄傲啊啊啊！那这个话呢，用现代话讲就是，你心里啊有值得你骄傲的地方啊，有这个东西在啊。啊，那到底什么东西呢？啊，法达禅师就讲了，我读了《妙法莲华经》，我读了3000遍了。啊，那六祖就问他了，那你读了3000遍《妙法莲华经》讲什么？他说不上来。啊，那这个他说不上来，这个时候啊。他那个慢心那个习气啊，那个就降下去了。回过头来请教六祖了。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我也没有读过。你念给我听。啊，我听了之后再给你讲解。那法达禅师就念了一段。六祖说，好，可以了，停了啊。就给他开示了，这部经讲的是什么。啊，这个法达禅师听到六祖给他开示之后啊，言下大彻大悟，就顶礼了啊。那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真的服了啊。那么拜六祖拜完了啊，他得法了，开悟了，就讲了这个自己的心得了。啊，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讲了两句话，就自己心呢、啊、迷的时候啊，虽然读《妙法莲华经》，这个心被《法华经》转了，啊，自己不懂得去转这个经啊，是被经转，啊，那现在呢，觉悟了，开悟了。啊，他心转法华了，那不一样了。那这个心转法华，就跟此地讲每转一遍呢、啊。啊，那法达禅师这个公案，你看呢，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那我们读这个经，不是一样同样的道理吗？啊，迷时地藏转，悟时转地藏，那不是同样一个意思一个道理吗？关键在迷悟啊！啊，所以这个转经就是依教修行，你把你的念头、思想、行为依照这个经的标准给它转变过来，啊，那当然灾就变成福了嘛。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嘛，以静易功，易造成静，都是转啊。转心呢、啊？啊，这心态不转变过来，行为上不转变过来，啊，那还是继续造恶业，那怎么能改变命运呢？啊，所以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裕，啊，现前居家平安幸福，没有灾难，啊，意外。啊，或者严重的疾病都没有了，啊，都消除了，啊，而且丰衣足食，物质生活你不会缺乏的，啊，丰衣足食，啊，衣食丰溢，啊，这个溢啊，三点水就是溢出来了，啊，超过你所需要的了，啊，就是非常丰富的意思，啊，那这是福报了。读诵经典一定要解义啊，明白之后思想观念行为就转过来，转恶为善，转染为净，因转了
果当然就转。从前我们的思想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损人利己，都是这种波。现在我们起心动念、利益众生、舍己为人，播放出去都是大慈大悲、清净无染，环境自然就转。境界本来无善无恶，是清净的。境界没有善恶啊，是净土啊。为什么变成五浊恶世？是我们的恶的念头啊，把环境改变了。我们人心啊，那个恶念啊，把这个原来啊很美好的环境啊，给它转变成灾难很多的环境。是我们这个恶念啊把环境改变。那么下面讲，讲堂每天讲经二小时，一年365天，天天不间断，这是信解。那的讲经说法、听经闻法，主要是偏重在信解。我们相信之后要求解。这样的信才是正信，才不迷信。那么信解之后，后面要行正，要去修行，要去正果，证实经典上说的这些殊胜的结果。那念佛堂天天念佛不间断，这是行证。理论方法，这是从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明了了。明了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行、来念佛，这个就是后续的行证。我们今天信解行证同时进行，就是过去讲这个地藏经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这个念佛堂24小时念佛。我们净老和尚每一天讲两个小时的经。就是每一天有信解有行证。所以信解行证同时进行，解行相辅相成，效果就很大。那一定要解行相应啊。不能有解无行，有行无解，必定要解行相应。果然能依教奉行，利益功德不可思议。这些都是真实的。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这个下面一段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